对上美国队，双方实力是有一段差距，但依旧是不能放弃，不能每一场比赛都是以球会友。所以这场比赛呢，我们先稍微进段广告休息一下。身高要挑战185公分以上的常人是有点难的。可以看到美国队有两名以上的球，毕竟对美国队而言，区域联防不是他们擅长的。李斯的传球已经到前场了，自己运球上篮。Sutton 成为美国詹姆斯今天把自己的得分重任转到队友的身上了，现在就是除了他和他的队友都有得分的记录。就是哈德曼他动作稍微有点比较女性化，比较柔一点，但是哈德曼的话，哇，但是你的技巧要非常高才行。掩护之后带一步的跳投，空心进网，打位数，因为现在原本呢都是在5分以内的差距，甚至很接近。现在卓威梦这球，同样的，我们觉得在今天泰国队打起来啊，跟前面的几天打起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，好像进入到每天都非常严格的篮球的训练跟观念的养成。可以看到他连跑的路径，你空手跑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去做预测，阻止他走同样的路径，让他去改变路径。将可就给进来 ，Rose。他们可能赛季的问题，或是他们也自己有集训问题，就在这球队邀请方面来讲，相对的困难度会比较高。篮下这球，这边是村上个人的第一犯。美国队今天的罚球的水准倒是比起前面要进步许多，目前10罚8中。对啊，今天是没什么压力啊，因为你现在分数也这么多了，所以基本上罚球啊会不进的，当然取决于第一个就是你前面又是快攻了，来小耍一下Sutton。Sutton你看了，就他妈个人的第二犯。Sutton还稍微背后的一个旋转。就像我们说的，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，美国队。好了，场上这时候又喊出了暂停了。第二节剩下最后的1分40秒。这是真的，讲了很久。最后的重点说那句话，你要这个能力跟本事。半天这个菜到底有多好，只要吃到最重要，但是真的现在吃到了。但美国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。转身沙坦的小拉一杆自己抓回来，再来挑战长冈猛影子没有问题。其实美国队昨天面对到这个在犯规上面的一个优势没有发挥出来。李斯的传球已经到前场了，准备硬上好球。好球啊，沙坦啊，然后罚球线开始出发之后呢，越打越有点闪失啊，就很快就当到反击的。我们看这一球，沙特换手运球之后呢，骑马射箭在空中，还有飞的感觉。没错，这一次国内的航班他决定自己买机票。我觉得当时可能跟你讲，你可能没太有印象。好的，突然的夹击，篮下的硬打，这两分拿的辛苦啊，沙特的。